件金代的钧窑盘、啊、那各位看到这个盘形，大部分像这类仿金银器的盘形、哦、大部分如果能看得到钧窑，大部分都是金代的、哦、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做了金扇，可见当时啊这个已经有残破过，然后经过修复、哦、我们来看一下钧窑的这个红斑呢、啊。然后它这个是属于支钉烧的做法，来看一下这个支钉烧的支钉痕。像这种这类的钧窑盘呢、啊，它的支钉痕不会像汝窑这么小哦，它有一定的粗，那个支钉的那个粗度哈、哦，不会很小。不然的话无法支撑起这一块盘子啊。翻回来哈、哦、来看一下正面。那大家要注意的是钧窑啊，它的这个红斑扩散的现象哦，自己要去体会一下那种感觉啊。如果你看到那个整块斑啊红色的，非常的红，一块死死的在那里，那个钧窑一定是不对的哦。啊，这是一件宋代钧窑的一个花口碗，啊，这个呈现的一个花口的形状，啊，它这件呢，身上都完全没有红斑了。没有任何的红斑了啊！我们看一下宋代这个钧窑啊，它的圈足不会像元钧那么的粗犷啊，这比较做的比较秀气一点。可以看一下这个圈足哈、啊，它的这个釉色非常的润。像玉一样非常的润哦，器型也做得非常的周正啊。是一件明代大明万历年的凤穿花凤的一个青花冠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对，其实哈、哦，判断一件瓷器最重要还是判断它的胎有没有老啊、哦，然后它的底款写的周不周正，有没有倒不倒带哦，再看它的器身上面有没有老化的痕迹啊，这才是一个鉴定的标准啊。哦，这是件金代的钧窑、哦、花盆。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红啊、哦、颜色非常的漂亮、哦、来看一下、哦、它里面布满了这种蚯蚓走泥纹 啊早期啊，在我们行内说的蚯蚓走泥纹就是钧窑、哦、它的釉呈现的这种感觉啊，就是它出现很像蚯蚓爬过的痕迹啊，啊，所以说早期啊都认为有蚯蚓走泥纹的哦就是对的东西，但是其实不见得哦，啊，各位要自己学会怎么判断啊，很多东西都有很多的不一定，自己要啊。那我们看一下它底下有一个一字的款啊，写一个一啊，做一个标记哈、啊。啊，这是一件明代的德化窑啊，啊，林朝景制的德化窑。
我们鉴定这类的德化窑，哦，只要是人像的、佛像的，我们都要看它的开脸。哦，这个很像是一尊达摩祖师爷的感觉哦。然后再注意看它的这个衣服的这个袖子啊，这种皱褶有没有做的栩栩如生呢？再看一下它的胎。来，它这里有一个款哈，大日的饮料吗？好，这是一件大明宣德年制哈的一个青花，像是道教或者是佛教纹饰的一个碗啊，握足的。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青花颜色，在永乐宣德时期啊，它的青花一粒都是苏麻尼青。这个苏麻尼青的现象呢，它就是会有在青花里面呈现这种深色的点点状。这个之前啊，版主都有教各位大略的判断哈。再去回想一下那种感觉，自己抓一下哦。我们看这个也是一样哈，它这个有最深的地方啊，会有一点点缩进去吃胎的感觉。我们看一下它的款，这款式啊，写大明宣德年制啊。所以各位面对这种比较高级的品种，要非常的小心啊。这是一件宋代的粉青釉，龙泉的碗，来看一下，这旁边还是有做类似这个出金线的，我们都说这个一条一条，这叫做出金线的。是一个花的形状，花瓣形状的出金线。来看一下它的圈足，这个之前呢有讲过，宋代它的圈足都做得非常的秀气，就不像金元时期啊做那么粗犷，它这颜色非常的漂亮，这就是粉青的颜色。这是一件东沟窑的一件宋代，一件碗。我们看一下，其实呢，东沟窑啊，源自于绿军，个人推测，它是绿军钧窑的一个偏的窑口。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釉色。几乎经过整个涂窑，而窑到已经都雾化掉了，颜色都不是很漂亮。这是一件北宋时期的耀州窑一个大盘，大耀州窑呢，它经常使用这种刻花的工艺，或者是印花的工艺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圈足吧。这个看瓷器第一点，我们先看圈足，来去判断这个瓷器，到底有没有我讲的那样。这个耀州窑常见的就是这种沾砂现象，圈足底下，以及它的胎底跟它的原始的这个上面上釉的颜色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在窑温里面，这个圈足这个地方，它里面受的温度同跟一样会高，没有比较高，跟外面是不太一样的。小一点啊，好可
好，各位都知道啊，这个龙泉窑从南宋时期哦到元代是最鼎盛的时候，那么到了明代的时候呢，特别是明初啊，这个龙泉窑还是占有一席之地。那么明代的永乐皇帝啊，曾经派那个郑和下西洋哦，将这个中国的这个龙泉窑这个青瓷哦卖到全世界各地。那这个外国人看到之后呢，为之震惊啊，好、哦，都说这个中国的青瓷叫做塞拉铜啊、哦，这个是外国人对中国青瓷的一个尊称啦齁、哦。那这个龙泉窑什么时候没落呢？大约是青花出现以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青花它有纹饰，非常的漂亮啊、哦，里面可以画人物啊，哦，刀马图啊，或者是花鸟纹啊，画得非常漂亮。那逐渐这个龙泉窑就开始没落，但是不代表清代没有烧制龙泉、哦、不代表。那其实呢，这个龙泉窑呢，它是中国、哦、最早开始创烧，那一直从越窑到龙泉、哦、这个区间呢，它是属于中国的青瓷的一个范围、哦、那大家可以知道一下。那这个明代呢，龙泉呢，它有什么特点？来，我今天拿了一件，刚好啊，拿一件明代的龙泉，让大家看一下。它这是一件画花的，那个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画花的图案啊，然后外面是缠枝啊，缠枝纹。这个明代的龙泉啊，它的釉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它非常的温润，很像玉一样。哦，非常的温润，那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哦，这个反光面啊，哦，看一下，感受一下这个是不是像玉一样的温润啊、哦、来，我们看一下胎啊、哦，这个明代的龙泉呢，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胎特别的白哦，当然有的是有带那个火石红的啦哈、哦，那个是不一样。那我们这件是比较稍微白一点的啊。哦，那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它是裹足的哦，里面是露胎，那它是胎露胎的地方是垫着一块垫饼这样烧制，那一个匣钵只能放一件，所以说它这一件还是蛮有成本的哈、哦，成品率其实也不高啦哦。那其实版主呢想到一句话哦，在很多人收藏的道路上。我常常看到有些人啊、哦、真东西嫌贵，然后呢假东西又看不起，最后去买那种又便宜又大碗的，那种人非常容易上当受骗啊、哦。版主这边奉劝各位，真正的古瓷器啊、哦、绝对不是你想的那么的便宜啊、哦、尤其是倒带的，除非你买的是那种普通的品种哦。哦、你不如多花一点钱、哦、或者是多花一点时间去提升你的眼力、哦、然后呢你再有多余的金钱、哦、量力而为去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来收藏，这才是真正健康收藏的一条路哦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收看。